开始了吧。嗯。双击这个，然后咱们就。你的查家门口了，必须查家门口才能打开。不是，我现在要不然就是中文了。不知道，我现在查不完。打开拷照文件，打拷照，不打拷照传到控制上。先尝一下吧。嗯。不用选择色的参数。不用设置参数，设置好了是吧？直接打是吧？那你得设置好了。刚才是不是设置这个？这个可以是另外一个，可以是这个。刚才这个你就是用这个打胶片是吧？嗯，好。直接打眼。好。打。好。我得找一下啊。没事，你扶着，你扶着。那你怎么松了？就是他你这个，他的手这个问题。那你得扶住他，扶住他。它松了，它这个松了不能调好吗？它后边那个。那你得换个什么配件把它调紧啊？要不然以后咋用这个机器？这给客户演示也没法演示。你每打一下都会动一下，很麻烦。松了呀。
好了哈。嗯。有，拿出来，叫照一下。对，举着。